烧个料个啦，这样子的。就是没有人在家，电线烧掉啊。没有，外面的电线烧耐不住那个热，爆炸烧掉。喂，你要得咩食噶？快啲睇下啦。哎，整那个电线整条烧的掉出来，那边等一下应该整层楼没有灯还是什么？爆炸啊！烧里面爆炸，里面爆炸。升降梯啊，进不去。他叫升降梯，进不去。
看那个锁喉哦。哇，七分钟了，烧了七分钟了。应该有啦。哇，隔壁那几间快点打，今晚不用睡觉，墙壁火烧。哇，等一下有火了啊！有火了，你看不到那个火没？那墙壁都黑了哦。明天有人要洗墙壁啊！明天有人要洗墙壁啊！洗而已啦，不用油的，不用油的，洗得掉。国旗没有烧就好了哦，国旗没有烧就好了哦。这个他们是放李光耀的吗？哪里知道哦？那他们的大老板下来哦，大老板的车来的吗？
还没有进来，等一下那边一辆红色的大老板的车来了，他们的那种指挥官的车还是那种调查员的车不知道。他的水进去了，进去了，他在里面灭，来，大老板来哦。不知道，大概烟再吹过来。它是灭那个火吗？那个水跟那个烟的味道。喂喂，你要跟哪几个？睇下啦。十多分钟了，大龙。十多分钟了。